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张好运到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头奖奖金有30万元哦，有超过23万个5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这次挑选的尾数是29号，号码是04582029，希望可以中大奖。玩法说明非常简单哦，只要刮出这个可爱的这个牛头的这个符号啊，即可得该符号对应的奖额，哇，就是这个这位牛先生的大头照啦，就可以得到奖金了。旺，希望这张可以旺旺旺啊，凤梨旺旺旺，旺来旺旺旺啊，来让大家马上来刮，来刮刮刮刮，第一个不是，没关系，来再来，哦，中奖中奖中奖了，耶，终于又中奖了，这张这里有个牛的符号，多少钱最后再公布吧，看会不会不止一个，来这边还没有，下面这里是不是是小鸡，这边还没有，下面还没有，嗯，没有了，来这里有没有，有没有再一个牛的符号，没有，没有，是老鼠 mouse， 再来再来，哇，这里也没有，还有没有，没有，还有没有，只有这一次，应该只有这个的感觉，没错，只有一个而已啦，快刮完了，已经刮完了，好，这张刮了100块的，刮的非常的快啊，一下就刮完了。好，最后来公布一下这张中了多少钱吧，这张尾数29号的刮刮乐中了新台币100元，哇，就是免费玩了一张刮刮乐啦，也不错啦，这种感觉就是你100中100就好像还好，可是如果这张是2000块中2000你就很高兴，不知道的就是这种奇怪的感觉，如果是1000块中1000块也是很高兴，100中100感觉上就还好，对不对？来最后来看一下这个代码，应该有个 HH 在这里， UN， 没错， HUN， 所以这张中了新台币100元。好，最后一样来总结一下吧，来这张收价新台币100元的好运到刮刮乐尾数29号宣告中奖，中了新台币100元，那就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